成就，然后队长不带龙坑。我先下线了，好，李锦晚安。第一关直接打过去，不过完全没光珠是什么意思？完全没光哎、欸，这什么版面？太糟了吧！零光珠，天降一珠，好，至少有点良心。如果你一开始要是有全光的，有一组光珠以上的话，基本上这边一定带得着。那这边有红绿灯，这一队比较难洗技能，所以建议在二之一洗技能。这边能带过去就赶快带。第二关，这叫油，没有我说如果机械化的话会比较油一点。好，这边看一下好，然后一 combo 就好了，不多不少。好，都是一 combo 洗。大舌头为何不带我？带大舌头是可以啊，你在第一关多洗一下技能就好了。可是这样带的原因是，因为你在第二关洗技能比较爽，各有优缺吧，都是可以。哦，基本上想要项羽跳起来就差不多了。这边再洗出一组光，一组光珠就可以。为什么他是九光珠？太卡了吧，这光珠。好，有了，然后这边开皮卡应该就过了，单开皮卡加这个金枪，好，然后把神之珠全部锁消。大舌头，我刚才大舌头了吗？开始。好，这里的话他没有骷髅头，但是事实上可以点一下。好，然后开这个，他应该就死了。阿、啊、没死的话就再说吧，反正我觉得他这样开开，他应该就挂了。没有猴子可以换谁？基本上很多可以换啊，常驻真伤的什么都可以换，甚至没有常驻真伤你。单带一个单回合真伤的角色卡也都可以过，所以其实没有说有太大的限制。光珠没有变，这边只要记光珠变什么就好了。手交全部光的伤害会比较高。第四关，哦，那得死了，这样他应该就嘘嘘，刚好光珠剩一颗，如果光珠剩很多，感觉有点麻烦，但是应该都会死吧。秦王可以过啊，我觉得可以过，不过刚才我们没有没有通关，有点可惜，我太高估秦王的伤害了。好，全光风化，再看一次。基本上这队应该蛮无脑的吧，没什么难度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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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能队应该可以过吧？这次没什么限制啊，很多队都可以过。秦皇历史的眼泪，历史的眼屎了吧？没有人要用它，好惨哦，秦皇。出没多久哎，老实讲，真的太惨了。好，接下来直接手转应该可以，或者是等科雷。好，他有了光珠全伤，这样就过了。科雷特别适合。所以在这一关前面可以开，后面这一关也可以开。而且克里丹应该有吧，这是免费卡，他才扣一年，太惨了。我们特别
想，是不是可以直商炸他一下？讲话没用，好像很多太多案的时候就可以这样选。还是要全消光欸，不然我感觉现在伤害好像有点太多了。谢谢。聊天室都不理台主。对啊，这次是太简单了，就是对攻略没有什么兴趣。这次的确是没有这么难了。哦，对啊，我们还要试石凤凰当队长，可以可以，你要来试一下。皮卡的帝王钻了吗？好像是这样，所以刚才才打不痛。马兰奇，你还在开剧情？皇冠。排个猪，开心通关，暗猪进香。到底聊天室在开台，还是台主在开台，还是聊天室帮台主开台？到底是哪一个呢？五十 combo， 想太简单了，简单到大家都无言。这么简单的队伍还要示范吗？不管怎样，台主都不理我。没有，我看到你博雅 ，Hello， 晚上好。哦，王冠罗伊带庸子，可以把它转身按转掉。哦，那罗伊感觉很好过。这次还有背包见解吗？有有，明天，明天主要见解是开一个娱乐场背包见解，好不好？就是用你们的背包来玩娱乐队伍这样。